给你调的不是咸口的吗？怎么吃了以后才变得这么甜？那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两位吃的什么呀？来碗豆腐脑，别加白糖，最好哦，这些都别加，都别加就行。稍坐，稍坐会儿啊。小时候啊，我跟爸妈就住在老房子，附近也有好多这种小店，我从小就很爱吃的。哦，原来你也是小镇青年。老板，好了吗？谢谢啊。哎，慢用啊。我告诉你一种我的吃法。嗯。这个少一点。好。这个得多一点。嗯。酱油。最重要的辣椒，你爱吃吗？怎么样？不错哎，难怪你小时候是个小胖墩儿呢。你能不能别揪着那点不放了？这种吃法，嗯，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的。那个时候，我爸妈他们也爱吃豆腐脑，他们就总带我吃。但我的吃法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是这种。他们就念叨我，怕我拉肚子嘛。不过后来，我爸也尝试了一下这种吃法，结果以后他就不再说我了，他自己也爱上这种吃法了，就变成了我妈连着我跟我爸一块念叨。爷爷跟我说了关于你爸妈的事。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，就是我觉得都过去了。我明白，过去发生的一切很遗憾，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但你还有曾爱你的爷爷，还有像陆泉一样的兄弟。最关键的是，现在你还有我，苏清澈。我很庆幸成为你心里的那个人，你让我很有安全感。给你调的不是咸口的吗？怎么吃了以后才变得这么甜？那。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